怎么在这儿？我陪我父亲来办点事。咱们真是有缘。收视女神陈乔恩重返古装剧，与陈晓演出隋文帝与齐皇后的故事。没想到杨公子身为堂堂隋国公之子，头脑竟然如此简单。多谢姑娘夸奖。两人在剧中从少年演到中年，携手创立隋朝，相伴一生，让戏迷相当期待。不过其实久久没拍古装剧的陈乔恩反而近期实境秀相当活跃。吃了一碗面。应该来减肥吧，这几天来瘦一点。陈乔恩还邀请母亲参加实境秀，节目里头帮女儿准备料理，看得出母女情深。不，你希望我找怎样的男生？其实我也不晓得说，现的社会的男孩子我看不懂啊。现在就连爸爸也一同上节目和陈乔恩讨论感情婚姻的态度，流露出每个爸爸担心的模样。陈乔恩微博上也写道，每次节目上看到爸爸都会感动甚至哭泣，让人看到陈乔恩孝顺父母之心。每个陌对象你对我只对狂。如今重返古装剧的岗位，陈乔恩也誓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让戏迷失望。而暌违多年再拍古装剧，更是话题性十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